A 栋1002号发起信息，服了，又有一堆事。话说我们社区什么时候去呀？ A 栋1402号回复，这里得问主管部门了，不过居然有预防和治疗的特效药了，看来疫情结束指日可待了。 B 栋0401号回复，我去问问。 B 栋0401号回复，我问到了，我们挺幸运的，好像是第二个社区，大概后天就可以去了。 B 栋1204号回复，太好了，这么多天我一直担惊受怕的，我现在就想去检查一下我到底感染了没。7月12日21点34分， A 栋1002号发起信息，真是怪了，我明明去的时候身体还好好的，去医院主楼排了会儿队，就感觉头晕目眩的，结果就被带到了实验楼做检查，还说我被感染了，给我发的那个黑色的药。我真的怀疑他们是不是乱检查，我明明这几天都没有出门，也没有和别人接触，怎么会感染？你们也有这种情况吗？A 栋1002号回复，哦，还有，医院的信号怎么也这么差？我当时在实验楼等待的时候，还想问一问你们怎么回事呢，没有想到根本就连接不上信号。B 栋0401号回复，我下午去的时候也看见有人突然晕倒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既然医院都说你感染了，你干脆按照安排把药吃了，好好休息，以免病毒爆发。A 栋1002号回复，行吧，我等会儿去吃。B 栋1204号回复，不知道，但是我没有被感染，嘿嘿。7月13日7点02分， A 栋1002号发起信息，太糟了，我昨晚吃完药之后就按照他们说的去睡觉，不知道为什么吃了药之后很快就入睡了，但是快要睡着的时候病情居然突然进入了爆发期，我感觉我好像突然出现在我家客厅，同时神志很不清楚，幸好还记得守则说的出现这种幻觉要找个高处跳下去，于是我赶紧在家中找窗户跳下去，但奇怪的是都锁紧了打不开，我于是又跑出门，但是似乎这栋楼的布局都变得奇怪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脑袋愈发沉重，最终坚持不住倒在地上，过一会儿就没有了意识，结果突然我又在床上醒来了，我活下去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看来大伙真的是要小心了，这个病毒太可怕了，不说了，我赶紧去医院了。 B 栋0401号回复，居然没有靠摔死就活下来了，你真是幸运了，可我有点疑惑，真的会有人能在这种很真实的幻觉中想象出一个能让自己跳下去的地方，并在跳下去之后让自己以为自己死了吗？我以前做梦的时候从未能如此精确地控制我的梦境，能这样做到的真不是普通人了吧。7月14日6点整， A 栋1002号已退出群聊。您好，该问卷调查对您有重大意义，请您认真填写。本问卷有且只有7道选择题。第一，您的出生地点为 A 本市， B 外地迁入， C 不清楚。
第二，您的父辈是否跟您谈论过您的家事，或者您是否清楚自己的家事 ？A 是 ，B 否。第三，您是否在近段时间表现为精神亢奋，却又容易入睡 ？A 是 ，B 否。第四，您是否曾经频繁地做过清晰的梦 ？A 是 ，B 否。第五，您是否会有时想象您不再是人的形态 ？A 是 ，B 否。第六，您是否领取过以下药物 ？A 蓝色预防药物 ，B 黑色治疗药物 ，C 未领取。第七，您是否出现过幻觉 ？A 是 ，B 否。上传完问卷之后跳出来的一个界面，不过似乎只有选择特定的选项才能看见。您好，陌生人，或者说是幸存者。接下来我们将告诉你真相，请记住：第一，没有绝对的信任，保持警惕；第二，不要感到绝望，保持精神健康；第三，最危险的地方是制药所，最深的秘密也在制药所。第四，蓝色药品是维生素，黑色药品是安眠药，它却不只让你想睡觉，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第五，若能保持精神健康，越迟睡越好。第六，保持独处，躲在暗处。第七，你的大脑被什么影响着？它被叫做弗洛德病毒。第八，你无法避免病毒，病毒终将穿过一切屏障来到你的身边，它所表现的不像病毒。第九，我们生来即被感染，病毒只是诱因。第十，幻觉是虚假，亦是真实，从高处跃下，在幻觉中死亡，虚假何时为真？死亡会告诉你答案。第十一，我们的大脑很强，强到能够弄假成真，于是它成为我们最大的弱点。第十二，政府代表着人类，人类厌恶任何不属于他们的入侵者，不论是否有罪。第十三，最好的方法恐怕是逃离。第十四，不要告诉任何人你阅读过该守则，除非有人主动告诉你相同的境遇，这才是你真正的朋友。无论如何，祝你好运，我们的同类，来自你真诚的朋友。致全体市民，当前我市疫情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形势将持续向好。根据我市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总体安排，经市医院弗洛德致幻性波状病毒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室研究决定，现就8月24日零时起有序恢复公共交通运营，解除城市封禁。希望广大市民继续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社交距离，不聚集，不扎堆，加强自我健康监测，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同时合力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固屏障，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城市家园。来源于某市市政府及某市医院联合宣布，发布时间8月24日。我是鬼爵，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